是在23岁时，就是1989年创设曙光电器。经过33年，曙光电器从当年的一间电器店发展到如今北马最大的电器连锁店，属下有20家分店，遍布吉打、玻璃市、滨州、霹雳等，员工多达200多位。曙光电器为战士电器专卖店，超过47个品牌授权代理，其中包括 Panasonic、Samsung、LG、Sony、Toshiba 等。主要业务分为线上与线下，线上是通过 Lazada、Shopee 及 Surajirai 网购平台进行，而线下是通过实体店经营。为了回馈忠诚顾客，我们有推出曙光专属会员福利 ，MyOU 先买后付，36个月0%信用卡简易付款计划，48个月用 Credit 分期付款，北马免运和售后服务等。疫情期间，由于政府施行行动管制，一开始让我很头痛，每晚都无法入眠，烦恼做员工薪金及供应商的付款。经过与主任召开会议后，他是共识改变策略，全面从线下业务转至线上，以互联网方案来与顾客联络，如电话营销、短信、 Facebook、 Instagram、 TikTok。 同时每天在 Facebook 直播，给予优惠策扣件，以线上的策略来吸引市场上的新客户，终于逐渐取得突破。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的10年内，将原有的20间分店扩展至100间，而在明年将以吉打总部即苏艾利茂建新货仓，以支援线上与线下的业务，并计划在2025年在槟城正建另一座货仓分行。未来我们将投入更多的预算在科技与技术设备，提升我们的日常的营运、销售和客户服务和人力资源，以不断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和质量，并应付每年持续增加的销售量。